刷来，我这款恁老家的人是不是遐尼有才调？会当同时阵应付阮干爹，又搁会当应付罗家峰甲林子倩，烧起来一百回。子倩不是你想安的，我的人是用黑瓦设计的啦。妈，你有听到无？家风今晚在讲什么笑话啊？我都没在听。你是在做啥啦？哈？规家伙当作你是去订订粮食，你找俺姐，你怎来搞不出出来？我真叫你气死嘞！妈，我真正无讲袂实，我无要跟你骗人。现在地图的原因到底是怎样，我没办法不好清楚，我现在整个头目在烧，为着我跟子倩没可能发生这种关系啦。不然你敢手抓无？你两个真正做啥物都没发生。真正不知道要怎解释现在的情形，啊！不过事实不是安尼，我不是恁家教，请你一定要相信妈妈。你那不是硬拗？什么才是硬拗啊？你怎样讲袂记得？静宇，你先听我讲，你先听我讲。我对感情的态度，你想清楚啊！我不可能放袂你啊！你相信我啦！谁相信你什么啊？不敢相信，你现在就是把我的手抓条条的，唔敢我可以靠点你临时钱点无？搞什么鬼？我只要对你做希望的。对啦，我想到啊，我甲姐夫会当去病院验血做检查，若是阮身体内底有啥物迷药残留，会当证明我讲的是事实。无唔对，验血做检查，安尼就会当证明我甲子倩是去用下药设计。对啦，无欢迎先去检查看卖咧，因为安那我就是唔去相信讲伊两个做出这款代志，无你甲伊真正去用创空的啊，咱嘛袂当乌白冤枉伊啦，对无？妈，拄才你伫外口的时阵，才头甲我讲尔呢。讲唔管入来看到什么状况，你拢会徛伫我这边来听我。今日即马竟然阁想要替因解围，假使讲今仔日，若是爸甲丁慧官因有同款的情形呢，苦情甲一半方当场抓着，你阁愿意相信讲因两个是千百人？静宇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爱听。你听我讲啊！我不爱听。静宇，静宇，静宇，我是因我对感情确实上遗憾。我甲嘉峰是因为误会，才让人听分开。而且我阁有一个后生，我对伊当然是有感情，啊，不过不是你想的迄种感情。我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唔才同情你，唔才想讲一心甲你保暖。甲你做姊妹仔伴，结果嘞，我根本就是咧替恁两个做桥铺路，互恁两个人会当联手来伤害我。你敢会感觉恁伤过分啊？
你坦白回答我，自伊刚刚未开始，恁两个是不是就已经开始一个拖来暗去啊？我无，我真正无，你误会啊！迄天我确实是啉酒醉啊，不过安怎？迄暝是啉酒醉，昨暝是去用下药啊。那你后一遍呢？后一遍你搁要做迄款未见证的代志的时候，你搁要编什么理由来欺骗我？你唔免搁想要自欺欺人啊！惨的代志确实是足惨的，我嘛唔知要安怎解释。不过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讲的是事实。即马唯一的办法就是，我甲家峰去病院做检查，你跟阮去。安尼就当证明我甲家峰是互人下药啊，唔才会。金玉。金玉。好啦，是不是去用下药才是重点？重点是恁两个做伙欺骗我，反背我。参照你这么虚伪的人，我不想要再看到你啊！你走。金玉，你慢走。金玉，你赶紧的，你慢。金玉，该做检查拢去做啦，即马甲恁宝宝恁上关心的，大人平安，你那无代志啦。好佳哉！谢天谢地，咱们大人甲囡仔拢平安。姐，你有听到？医生讲，咱个囡仔无代志啊。医生啊，敢有啥物啊需要注意的？起码吼，你那是有保护条，啊，不过是有挡着胎气，刷落来嘛要啊静养，啊，搁有观察有脑震荡无？嗯，我是建议上好是带伊两间靠保险啦，无问题啦。啊，搁有啦，孕妇吼上好是莫受着上大刺激，保持心情愉快，对大人甲你那拢较好哦。嗯，啊，好，稳在。多谢李医生。多谢多谢。你的崔大人，我都是有礼貌。唔免啦，你听。他说：“那三姐你讲的，你是强势的，安尼都唔免烦恼，你嘛免惊。你先我今日一点仔时间啦，医生都讲啊，我有我有感觉。”本来想讲要减一个，一方面替干爹转移焦点，一方面顺续会当把囡仔留住，会当脱离这款的处境，对干爹那边嘛交代过。结果起码这个囡仔还搁在，真是让人足生气。张副先生，您子先休假，您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啊。多谢。你刚刚不是讲要看证据？那你得和证据讲话啊！紧看啊！唔好阁想要杀对别人头壳电去哦！等到现在这验血早就已经代谢掉了，想还要验啥？真正是冤家有出。安怎？你赶紧讲。
检查结果一切正常，无药无残留。我嘛是同款。安怎？事实摆在眼前啊！你干嘛要装骗我？你干嘛要装骗我的公啊？陈玉，我绝对不可能对不起你的，不可能的。我已经派人去把监视器画面调出来啊，画面会当证明我是不是向梅芬去，才送去饭店的。米小妹会当知影到底是不是陈中西的人把我送进去的。什么代志拢落在阮干爹的身躯顶去？你确实有够可恶呢！我敢要搁会当相信你？你敢真正是迄个我用心来救的人？我。龙总，这是你交代我去调的监视器录影。证据在这，这会当证明我就是伫仓库内面昏倒的。啊，不过真相唔知影，我是安怎出现伫饭店内面。我嘛派人去饭店，把监视器的画面调出来。严谨画面，我就要帮您看。这人不是我，我没做这种事情。感情也不是你，刚才家风哥不是说要眼见为凭，影片有啊，刚才验血报告嘛拢没问题，你还好意思要硬拗？你两个实在是哦。恁大家等下啦，这影片也无迄条面啊，怎可能是假啊？因为着要维护林子谦，证据摆在眼前啊，阁会当后做啥物拢是假？那安尼嘞，伊甲我摔落楼梯骹，要害死我的囡仔。即马证据毋是拢做我录着啊，阮放出来啊。管你跟我说话，通讲啊！安怎？唔敢？怎么了？